大家好，我是路上，今天要分享由合金重构出品，1/9包胶机娘，雷霆特遣队福特加进。这是一款1/9的包胶可动机娘，主打自家研发的素体，标板把玩不爆胶，入手后底翻把玩下来确实很耐玩，当一款入手的小红帽就能感受到此款包胶的魅力。可惜手臂关节松弛的问题依旧没有改善，以下送上简单的开箱介绍，影片直接开始吧。
这款福特嘉境整体造型设计上还不错，搭配内构的金属关节，将包胶束体延展到极限。最怕就是长时间摆设同一种姿势，进而造成包胶束体的龟裂甚至爆胶。整体这样把玩下来，到目前为止还算满意。眼球的转动玩法能带来更多生动的表情管理，希望下一款能够改善手臂松弛的问题。以下还有棚拍分享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